去到下个困境前，我们先做个默契小测试。我会给出一个动作指令，只要大家动作一致的话，就可以延长下个任务的挑战时间。请停体，睡觉，三二一。怎么有往左边睡的呀？这个左右没关系，动作一样就是。左右无所谓吧？不是，宝哥，等一下，不是，宝哥，等一下，只有一个人不一样。宝哥，你在干嘛？不是睡觉吗？在接电话吗？你在上课吗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人家习武之人都是单手，对，宝哥平时都是。我们叫罗汉睡觉，可以理解，基本上是跟我们是一样的，算对吧？这个不勉强也能过，我觉得失败啊。明浩，你还有别的睡姿给大家展示吗？啊，我是想自己躺在喜临门床垫上，所以很自然，很舒适。睡喜临门床垫，抓住深度睡眠时间，获得超享受的睡眠过程，更能拥有元气满满的好状态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们一定要带上它去旅行。困境，前途越不明朗，就越需要依靠伙伴的互相信任，互相成为彼此的肩膀，才能一起走下去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两人一组，分为五个组，一个人负责推购物车，一个人负责乘坐。推车人将戴着眼罩，坐的人可以看到路，推的人有眼罩。推的人要戴眼罩，戴眼罩。我要坐，我要坐。行，你能推我吗，沈月？行，能，肯定能。平时关系没那么好的，趁此机会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要跟迪哥一组，谁都别跟迪哥一组。张燕琪，跟迪哥太危险了，我来推您吧，迪哥。我来推你，我来推你。本次游戏为团体战，一共分为五个关卡。游戏一共拥有两次挑战机会，每一轮限时八分钟。八分钟好久啊！限时八分钟，五分钟就够了。两分钟，我直接别，我快得很啊！各位，我们分组吧，分组吧，分组。我们先来了，我跟叶姐，我们去箱子那个地方。行，那就咱俩。咱俩吧。张燕琪，我们俩一组怎么样？行啊，我们宝强一对。对。OK。